嗨，大家好，我哋系 Team K。今日我哋山长水远，喺东京嚟咗奇玉园嘅呢个叫做恒守泉彦堂樱堤。呢个系奇玉园最出名嘅赏樱地方啦，因为樱花都差唔多冇晒啦，所以就把握最后嘅时间嚟呢度赏樱。恒守市系位于奇玉园嘅中心地带，呢一区咧都系以民居为主啦。所以在东京出发的话就只能够搭普通或者急行的电车过去，时间上相对要比较久，大约两个钟头。而我们今次呢就在北千住道乘搭东武晴空塔线，到达东武动物园公园站到转车，去对面的月台转搭东武日光线去到恒守站。到达恒守市站之后呢，一共有三个方法可以去到恒守泉彦堂公园。首先就是巴士，大约每一个钟头有一班车，车程大约十分钟。第二呢就是行路过去，由车站行到去公园的话就要大约三十分钟。而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搭的士了。的士的话价钱是3000元以内，亦都是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公园。我们今次去的地方呢就是泉彦堂公园的四号公园。官方声称这条看樱花的步道就有一公里咁长，亦都有1000棵樱花树，佢亦都系奇玉园入边三大最出名睇樱花嘅地方。咁其实除咗樱花之外咧，佢喺全年咧仲有绣球花同埋水仙花可以睇到嘅。咁但系留意花其实佢就唔系全年都开，但系佢唔开嘅日子咧只有年尾同埋年头嘅三日。如果唔想搭公共交通工具嚟嘅话咧，其实都可以揸车嚟嘅。咁其实有个官方停车场可以俾大家泊车，咁但系留意翻啦，樱花祭嘅时候咧就会收费嘅。其实呢个公园咧，除咗艳静鸡翼樱比较为人熟悉之外咧，佢仲有其他花咧都系可以睇到嘅。二月嘅话咧就有白梅，二月中咧就豪樽樱，三月头嘅话咧就开始有油菜花，即系黄色嗰种花啦。而三月尾到四月咧就呢种艳静鸡翼樱啦。咁相信大家都有去東京睇櫻花啦，但我哋嚟到呢個地方睇嘅櫻花咧，其實就唔似東京咁樣嘅，係比較偏粉紅同埋冇乜綠葉嘅。咁全個地方咧就只有四號公園呢個地方咧有茶室，茶室咧就係一個地方可以買到嘢飲啦，或者買到啲輕食嘅地方。咁嗰日咧，我哋主要咧就去咗呢度食團子。好中意食團子嘅我，梗係會買翻兩串嚟試下啦。今次我哋就買咗醬油團子同埋辛辣味噌團子。唔知係咪喺鄉下嘅地方咧食嘅團子都特別好食嘅。佢呢個團子十分之煙韌啦，亦都有好香嘅米味，同平時出面買到嘅個質感有一啲唔同。大家如果嚟開呢邊嘅話，都不妨買一串嚟試下。適逢是这个樱花的祭典时期，我们今天去的时候就有这些这样的摊档小屋台在这里摆设了一些小食。其实日本每一个祭典的小食都是差不多，大概都是有炒面、章鱼烧、铜锣烧和拉面等等的。沿着这条路行有超级多的这些小摊档，虽然卖的东西全部差不多，但是都有各自各的风味。而我哋一路沿路行咧，发现今次嚟祭典嘅通常都系一啲情侣啦、朋友同埋家庭为主嘅，游客都比较少。饮水先。好辣。好唔好食啊？你嗰、那个？好食，好食。你买咗啲咩啊？一個河粉，其實即係河粉。泰國河粉。係啊。火鍋係咪讀火？唔識讀嗰個字。我帶咗熱茶嚟飲，其實係水。可唔可以試下？好煙韌。佢個河粉咧係有厚度嘅，唔係長方形咯。睇唔睇到咧？唔知睇唔睇到？好似正方形咁，所以勁煙韌。我買了這個 Yakisoba，
いただきます。お疲れ様。好粉啊！唔係，勁好食喎。因為呢個同屋企樓下嗰啲祭典嗰啲差好遠，你自己夾啊係。我哋而家呢度後面勁多櫻花，超靚咯。好辣啊！飲水。我有，我有。有櫻花入咗去，嗱，送俾佢，送俾佢。送俾馬仔，佢哋啊吹走咗。哇，好正呢個真係。呢度就係我哋野餐嗰個背景咯。其實佢一路沿住全部都係櫻花咯。頭先我哋就喺上面嗰條路度行落嚟，後面係買嘢食嘅，跟住嗰條路全部都係櫻花咧，即係有風吹就吹曬啲花瓣落嚟。呢啲係睇日劇先有嘅情節啊，咁靚咩？我冇想過呢度咁靚啦，跟住今日著到勁頹咧，好似平時落街買餸咁樣。嘢走啦，唔該曬，唔該曬。唔係清道夫啊。會。呢張野餐墊超級好咯，佢有四粒釘咧，防止個野餐墊吹走。是有少少貴，好像差不多要4000日元，即是200元。但是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即日本成日都太大風，所以這張野餐墊成日都被我們拿來用。因為今次我們去了四號公園，我們就重點介紹這個公園。這個公園其實名字就叫做恆守權現堂英津美，它都是看花的重點地方。其實它有很多花，也有很多個不同的種類，例如有曼珠沙華、秀頭花和我們現在眼前看到的油菜花，另外也有櫻花和水仙的。有個哆啦 A 夢的門在這裡，很搞笑。這些花，這些花很有趣啊，好像吃得的。你吃來看看，但好像很老。你不是說要吃花嗎？它的名字是叫菜西諾閒壓，是花粉症人士的噩夢。幾隻狗好像夾扁了一樣，很搞笑，又高又扁的頭。它之前那隻迷因那隻狗，好得意啊。呢棵 sakura 系2000年就插咗喺呢度，佢24歲。哇！好似好肥美佢。24歲比我更加成熟穩重。住呢一棵岛根县益田市嘅四川星花，超级靓咯，佢劲粉红啦。可能相机唔系好影到，但系肉眼睇佢劲靓。好靚啊！佢好粉紅啊！頭先我話好粉紅嗰一棵就係呢一棵啦，佢咁樣拍埋嚟真係超靚啊！仲有呢啲紫色嘅花，我唔知佢叫咩名字，但天已黑啦，我哋因為好凍咧，決定翻屋企。其實我哋都喺度玩咗好耐，差唔多玩咗3個幾鐘啦。都未玩曬3個幾鐘，仲要。我哋淨係行咗1/4啦，應該。走咯，拜拜。咁今條片去到呢度先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記得俾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呢個好重要咯，我最近喺度研究嗰啲咧，點樣多啲人睇嗰啲咧，係咯。拜拜。